哎，真好看，小宝贝，等一下，当我的，谁家的宝宝这么好看？一米八大个儿，太漂亮了。那你还跟别人出去吃饭？那是助理，我是比较专一的，你知道吗？这个灯光不行，往这么点，转过来点，也不行，这灯光不行，就这样式的。我还要那，你给我拍一个腿长点。行行行，腿长点的啊。跟我说你说什么什么长点的腿呀、啊、等一下好了、哎、小宝贝真好看，那你骗我呀、啊、你瞅你那玩意儿，那脸都蛇精脸呢，这不好看吗？那不好看吗？来看看环境啊，我们在这个咖啡厅呢，看看环境，大桌子，哎，这大桌子不行，桌子有点高，我这也不行，嗯，桌子高，位置大一点就好了。不跟你们说了啊。